谁？自然科学纪实节目奖得奖的是天选之岛，从自然的角度带领我们重新认识台湾这块土地，每集以一个自然现象，地热、季风、洋流为主题，看见自然的力量如何塑造出这个岛屿，孕育出岛屿上的人们与多彩的文化。恭喜中华电视股份有限公司天选之岛。我才刚刚走进来，非常非常的讶异。然后，谢谢评审，我觉得评审真的看懂了，真的，因为我们不是我们的有台作品都非常非常好，但是我一直觉得我们会不会就是在台湾里面，这样的一个成本是比不上的，但是我发现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用特殊的角度，然后去看见台湾的独一无二这件事情，我们非常的用心。就好比我不管是我笔下的人，镜头前的人，我们都在找他的独特，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，台湾的每一寸土地也是独特的。谢谢你，评审看到了，哎，我们的团队，非常非常优秀的团队，谢谢大家。今年是我第五度入围，我记得我第一次来，也是就是来金钟奖，是因为来担任颁奖人，那时候我才知道，哦，原来金钟奖也有新闻台可以来参加的，从此我就开始来制作可以参加金钟奖的节目。我制作了五次，五次都入围。那今天得奖了，我们必须感谢我们公广的 胡元辉董事长，还有我们蓝怡珍总经理，我们的台长蔡婉莹，还有好多好朋友。那我们的制作团队也是很辛苦呀，制作团队再挥手一下，给他们一个镜头吧呀。我经常每次播晚间新闻，播到八点之后就去赶高铁，然后就冲到国境之南之恒春，已经三更半夜了。但我妈常在讲，没有在睡觉，然后就开始去严重超时哈，好就开始去采访。然后我们例如说要追逐这个东北季风，不是每一次去风都有风的，所以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去细心的去等待去记录。我想这个过程大家应该都能够感受得到。那在这边我要讲的是，台湾真的很美，看你怎么样去仔细认真的看，用心的看，这真的是非常的重要。那我想这个奖献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，然后献给台湾。然后因为我常常阿信主播没没没记得这行会，在这里容我谢谢我妈妈。妈妈现在身体不 OK， 我希望妈妈你身体赶快好起来。谢谢妈妈，虽然我从小就是我们生活环境很不好，但是谢谢妈妈还是留给我们这样的空间可以来努力。我们团队每一个家人也都是大家最好的后盾，我们都谢谢家人。最后呢，我们还是会坚持的站在我们的新闻工作岗位上，好好的去记录在我们身边所有的人事物，用心的去看，都值得报道。台湾虽小，报道不完。最后希望世界和平，谢谢。